东西。中国不要啊！中国不要。Hello， 我是小伟。Hello， 我是赛斯达，我是中国的媳妇。我们现在在老挝的首都万象，今天我们准备去买那个地板砖，因为上次那个厨房的地板砖还没有买，因为上次考虑的是厨房要不要选择防滑的地板砖，后面直播的时候参考到各大姐们的建议，最终决定还是选择和那个客厅一样的地板砖，颜色一样也漂亮，而且表面是容易擦洗的，容易洗的，因为厨房比较脏，所以优先考虑的是容易洗干净。至于防不防滑，在老挝这边的气候比较暖和，在室内基本上是打赤脚，打赤脚进去即使有一点点水，那个也不是很滑。我是综合这两种考虑的话，最终选择和那个客厅的地板砖一样的。接下来就继续把厨房的地板砖把它买好，然后再去选择那个房子外墙的颜色。上次设计师只帮我们买了白色的漆，外墙的漆还是让我们自己去买。接下来我们先去丈母娘的快餐店吃饭，吃完饭就要出发去买这些材料。我们已经到达丈母娘的快餐店这里了，前面好多店铺都没有营业，都没有开，这个邻居和邻居的邻居都没有开。今天是星期六啊，前几天丈母娘没有工作，今天星期六也要开始工作了。看一下中国的烤箱成绩啊，这个颜色特别好看，味道也特别香啊，等一下吃一个。好多人都来这里买菜了啊，现在丈母娘这里暂时没有人买菜了啊，这几天老丈人不舒服，应该也是没有去工地上面去看房子啊。我拍的视频打算给他看一看，这个呢厉害刷白漆了呵呵厉害喝看一下这玩意儿都香香不香不现在很漂亮了啊，漂亮了，一点点 OK 了，一点点 OK， 还有21天，还有上个天，21天，21天，厉害，设计师他说还有21天，今天了呢，昨天，厉害啊，丈母娘特别开心了开心，要住进去了，开心啊。OK 了。OK， 赛斯达看一下，你也没有看吧？现在刷漆之后很漂亮的啊，外面它是第一层刷白色，后面的让我们自己去选颜色，选那个淡蓝色。所以今天要继续去买那个淡蓝色的漆。赛斯达正在给设计师打电话，他怎么说？给这个照片给那个东莞服务员看。把这个照片给别人看啊。是这个吗？你不是要淡蓝色的吗？这个是白色的啊。这个不是，那个是白色，但是不靠近白色，它靠近蓝色的。灰色。对。这个和旁边的一样啊。这个是蓝色。越来越看不出来了，是哪个颜色？是这种颜色呢？这种外墙做的也可以啊。设计师他说，现在他在他的那个新戏的家，他说如果他空，他过来那个跟我们来看颜色。刚才赛斯达跟我说，丈母娘也准备一起去买材料，然后去看那个房子的。刚才给他看了房子的外墙刷白漆之后，特别开心，可能自己也想去看一看吧，是不是？这里就暂时交给老丈人了，呵，拜拜。老丈人最近身体也好多了啊，可以工作了。
赛斯达，你在笑什么？你看，最近那个安爸爸也是快困了我了。丈母娘把她的车子的标志都不要了、啊、直接贴了一个武汉的那个黄鹤楼。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大超市门口啊，这个超市的名字叫 CSC， 准备进去看那个漆。刚才赛树达已经把那个外墙的那个图片给工作人员看了啊，带我们来买这里的漆。这里是外墙的漆，哇，这里全部是卖漆的。这个和这个是不是啊？哪个？还是这个？我看不懂啊，这个银色有很多分类，不知道具体是哪一种。看一下这里有好多色卡、这个、看得懂，9L 就是九升。那我那个翻译给你，这个是颜色外面的，颜色外面那个9L那个上面的下面的那个外面的是九升、不用翻译给我听了，因为刚才赛树达给设计师打电话了，问每一种银色需要多少，然后直接买下来就可以了。双布也是3L 3升。好的，看要多少钱？淡蓝色是不是？对，我们选的是这个淡蓝色，9L 的，和这个下面的靠近地面的选的是深蓝色。对，9L。看要多少钱？我们刚才已经选好了那个漆啊，他们正在准备给我们开单子，我们在这里转一转，看一下这个马桶的价格。像这种普通的马桶需要多少？400多万、600多万、700多万，这就是1000多块钱啊。所以说这个马桶啊，这些东西在国外买是非常贵的啊，最便宜的200多万也要1000多。这个就是很小的，但是我在中国买的话，500多块钱买的是比较好的了。这里还有更加便宜的，600多块。这里也有400多块，400多块钱的就太看不上瘾了吧，是不是？大家看一下这里的热水器啊，300多万、400多万。400多万，这边也有200多万的，1000多块钱。这个200多万，我买的热水器只要300多一点点。这是我们刚才买的那个房子内部的漆和外部的漆，他们都已经做好了，现在准备付款，然后把这些漆拉到房子里面去。设计师他们今天也会继续工作的。看一下花了多少啊？这个几桶漆花了965万多啊，3000多块，接近4000块了。我们现在准备去房子那里啊。我们已经到达房子这里了啊。那个漆没有拉到这里来，因为在车上的时候联系设计师，设计师今天他没有过来刷漆，所以把那个漆先放在他的家里了。看一看，刚漂亮啊！漂亮，这个没事，裂开一点点。托盒设计师，很宽。哎，怎么放在这里了？不是说放在设计师的家里吗？没有说清楚啊。他已经拿过来了。我以为是那个人拿，都是妈妈拿。我问你啊，好啊。你来。漆已经拿过来了。好，咱们去别的房间看一看。厉害。切得很宽。很宽。特别宽了。你。这边也吊顶吊好了啊。今天有吊顶的师傅在这里工作，这是
厨房已经全部吊顶了。厕所有没有？厕所还没有吊。这里没有窗户啊，不能不透风啊，洗澡的地方。哇，妹妹呀、啊！对，妹妹的房间。好大。大。OK 了。这个窗户大，我们如果选那种小窗户，感觉不凉快，是不是？客厅这个。一点点的睡啦。丈母娘非常开心啊。这个门丈母娘还没看到啊。灰色的门。马桶，这是马桶。妈妈想看马桶，妹妹也问问。把它打开看一下。这么大哎！这个在老挝买的话，要1000多块的啊。这个，妹妹来。哇，这里好啊，马桶和这个声音对，我。对，冲水的声音不大。对。那个，它的。它冲水的管口很粗。中国。对，中国的。厉害厉害。波喷，不贵。我觉得很贵，你知道吗？像这样的那个，像这个老挝贵啊。对，老挝贵。中国贵。在中国买一个，在老挝不是在老挝买一个，在中国可以买两个了。中国没有啊。中国不要。中国不要了。中国冬天冷。冷。对，非常冷啊，中国的冬天。这个喷枪是送的。送吗？对，我问他有没有喷枪，他说送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中国如果是湖北，其他地方，买马桶可能不需要这个喷枪。不要，中国的东西。这个也是门，去看百度。百度。对。要中国。对，也是中国。老挝贵。老挝贵，贵很多。中国。厉害厉害厉害。很多老挝的。也是从中国过来，但是我从中国买便宜一点，非常好啊，我非常满意，非常满意，非常满意的，好吧，今天就带他们看到这里了，丈母娘他们非常开心啊，今天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了啊，我是小伟，喜欢的点个关注，点个赞，拜拜，拜拜。